报告，蒋欧刚刚发来了紧急情报。什么？蒋欧发来了紧急情报？快念。黄鹤楼，日寇攻占我军江防要地安庆之后，频繁调动兵力，在武汉四周集结。据内线情报，日寇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已秘密抵达安庆。什么？冈村宁次已到安庆？马上把这个情报向重庆报告。报，报总司令，国防部直属蛟龙特战队队长古剑锋奉命前来报道。你来的可真快啊！我们接到命令后，便马不停蹄地赶来了。总司令，请您下达作战命令吧。这次我们一定要好钢用在刀刃上。剑锋，蛟龙的这次任务是敌后奔袭。敌后奔袭？嗯，来，跟我来。这次我们行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擒贼先擒王，彻底砸烂敌修冈村宁次的指挥机构，粉碎日寇进犯我武汉的战略企图。明白。一切正常，小鬼子并没有发觉。按计划，3点钟发动攻击。第一小组守住门口，
第二小组、第三小组，跟我冲进去，寻找冈村宁次下榻的房间，能抓活的最好。如果他负隅顽抗，就地击毙。都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。好，行动。 射击！
我是渡边一郎，你只剩下孤家寡人，又身负重伤，除了向我投降，你别无他路。让我向你投降，你别痴心妄想了。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，是宁死都不会向你们日本侵略者投降的。 我叫白浪，请通告徐主任。快请进，请进。哎呀，我把你给盼来了，快请坐。来来，徐主任，上级党组织交给我什么任务？你刚进屋就要接受任务？不要任务，我来这儿干什么？你跟剑锋同志都是个急性子。 真的要像剑锋一样，为我们党拉起一支能战斗的小分队。这是我跟剑锋早在甲午堂毕业时就私下约定好的，而且我已经向上级党组织汇报。好，你来。 姐，我带来上级交给你们的第一个任务，快说。 八路军和日军几乎同时获得重要情报，有两名美国人偷偷拍摄的金陵城破之后的一些影像资料，已经秘密转移到武汉。如果这些胶片被他们带出去，并向国际社会公诸于众，日军乃至整个日本的国际声誉就会彻底扫地。届时，日军在国际社会中将更加孤立。与此同时，由于任务的特殊性和隐蔽性。
八路军领导研究决定，此次行动由白浪指挥，人员则由一些有专长的进步人士和爱国人士所组成，代号黄雀小分队。今天我们潜入城里去寻找两个美国人，他们是在教会医院工作的道格拉斯和玛丽特医生。这两位医生不光亲眼目睹了日军在金陵的大屠杀，而且用电影机记录下了这一切，把道格拉斯和玛丽特医生还有那几卷电影胶片找到，并且安全地接到武汉，就是我们这次的任务。山田队长阁下，我刚接到手下的密报，藏匿那两个美国人的地点找到了。地点在哪里？红化禅寺。红化寺的住持释然师傅能带你们见到道格拉斯和玛丽特医生。请问师父，可是释然住持，佛祖在心中除恶斩妖孽，善者须若水，万事流芳名，因果皆前世，邪恶终必报。释然师父，我是长江一号。阿弥陀佛，老衲可把你们给盼来了。释然师父，道格拉斯和玛丽特医生现在在哪？快带我去见他们。从后门走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你们快走吧，咱们撤，我去向六哥他们，快去。释然师父，您多保重。你们快走吧。六哥，逃命了！你们快撤！撤！回营！
小鬼子向那边追过来了，咱们一起往东边冲。不能这么跑了，再这么跑下去，鬼子就会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咱们。你的意思是？分组。分组？嗯。头，我去把小鬼子引开。你一个人？不行。我去。我也去。你们两个都不能去。我要赴大海。 我再说一遍，如果你想活命的话，就把你藏起来的、刚才袭击我们的人和那两个美国人交给我，说，我要杀了你！阿弥陀佛。 鬼子兵的大皮靴就要踩到咱们头上了。走！石龙杰和大海开的枪，他们把鬼子引开了，我们可以撤了。走。 咱们现在这儿歇会儿吧。哎呦我的个妈呀！姑奶奶的腿都快跑折了，总算把小鬼子给甩掉了。也不知道龙杰和傅大海现在怎么样。 龙杰，你个王八蛋啊！你带着什么路？这是绝路，绝路才能逢上。逢你娘个鬼！一会儿，咱就从这儿爬上去。爬上去？这么高怎么爬？你当我是猴啊？啊！起来，我先上去，一会儿拉你上去。啊！ 中国的武装分子给跑了。嗨，这些中国的武装分子虽然人数不多，但是装备非常的精良，训练也非常有素，战斗力极强。我们损失了几名士兵。我们马上回去，我要把这个情报当面向机关长汇报。嗨，如果有什么意外，你还可以去南山的圣母教堂，用第二套联络方案跟菲利普神父接头。
进。头儿，你找我？坐吧。请长官吩咐。六哥，红华寺接头施令释然住持被害，我们只能去第二个联络点了。第二个联络点？第二个联络点是圣母教堂，接头人是菲利普神父。那还等什么呢？赶早不赶晚呢。小鬼子把咱们的路给截断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，冲过去就是了。不行。怎么不行？硬闯会惊动四周围的鬼子，一旦他们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，咱们想脱身都难。这一带我非常熟悉，这是通往圣母教堂的唯一通道。小司官，西部特工小隊です。どこ行くんだ？西部教会。我が航空を抵抗するの中国武装分子を発見した。なぜ捕まえれ起きていないんだ？多分間に合わない。急げど、さっさと行かせてくれ。バカ！時間を漏らすな。必ずお前を軍事犯に訴える。ああ、すいません。通せ、急げ！安全，走。等等，情况不对啊。怎么了？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今天这次行动可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，我们还是慎重一点。现在听我指挥，各自分头行动。六哥，赵云鹏，你们俩负责外围策应，叶雨涵，你们负责掩护。月月，跟我进教堂。走。所有人马分成三组，分别包围。不要死的，统统抓获的。
高佐与圣母同爱世人，祈求圣母的光芒照耀无疑。佛祖与圣母同爱世人，祈求圣母的光芒照耀无疑。在这儿来吓唬您的，我只是感觉。陆阿六，你感觉的真准。为什么？这帮日本鬼子就是让你这乌鸦嘴给念叨来的。念叨不念叨不主要，主要的是我们都得死。